黄金五十同窗会同学会。教官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我主持节目，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啊，我最老的，叫我做这个主持人好像不太适当，是不是？不会。好，我们筹备会的每一位同学呢，都带着一颗诚挚的心、感谢的心、感恩的。在指挥了，在指挥上。回娘家哈，如果没有各位的热忱及踊跃的参与呢，就没有今天这么热闹的场面，一下午这么热烈的参观我们台东的景点。那么，我想请大家呢借一借双手，给我来给我们的筹备委员会的同学呢，掌声。来带领各位唱一首，来替台当。刘老师、李教官、各位同学，还有我们保健，各位晚安。我们很期待就是今天晚上啊这样的一个联谊会啊。那我们一开始呢，我们秀文同学啊就要我们来为人带动唱。那台当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亲切、非常有意义的啊！我们在台东师范学校经过这个师资的培育啊，师资的摇篮整整三年哈 因此这三年培育完成以后，我们各自回乡啊来做一年才啊。那可以说桃李满天下。那今天晚上有这样一个盛会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，所以要好好把握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光。那台东对于各位来讲是一个非常亲切而且非常有感谢的地方啊。那我们接着就用来去台当沈文成啊作词作曲的啊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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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那等下呢音乐会播放，我们会唱给大家大声唱，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做个动作完以后啊，大家等一下晚上这个菜鸟啊能够吃得更多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各位来给你坐着，我们来做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预备，三，来，快板的第五一首
山，美丽的海岸，我来去行山，你好呀，一段话，我若心会安慰，心中开心花，满山带大，俺家里有绣花，你问谁轮转，我一心追。周年三班同学联谊会，联谊会开始唱校歌，我们请黄启林同学来为我们唱的指挥并代唱啊。哎，我们毕业了五十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校歌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？记得嘛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毕业二十年的时候，同学会我们也唱校歌。那是民国五十二年毕业，是二十年，就是七十二年，唱了一次。然后三十年的时候，八十二年唱一次。然后十四年的时候，九十二年那一年碰到上市，所以就总是四年唱一次。现在民国一百零二年就是五十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唱校歌，表示我们对。台东师范的热爱，报告教官、老师，唱校歌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动作？吐口号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大家来，我们这次来参加的自班的有十九位同学，请站起来。十九位同学，自班的请站起来。全班的二十一位同学，请站起来。所有了啊，鼓掌一下，人班的，好，为我们班最热烈的二十八位同学，请站起来。好，家属请不用站起来。唱校歌之前，我们先呼口号，来，跟我一起来呼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一家都是人。那个人就是都是人的意思，我们一家都是人。好，我们来再来呼一次，我爱公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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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们请刘伟老师站起来呼一下，我们爱刘伟老师。来，请教官和教官的夫人站起来。我爱李教官，全胜利，全胜利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呼口号，开始。哎，教官老师请坐，我们要唱歌了。我们请那个先用，我们是基调，他刚才那个来西台东太高了，好，我唱不上去。哎，基调呢？A B C 啊。工程爱愿努力自强，工程爱愿努力自强。海洋浩荡别去，海洋浩荡风难吹长，巍巍无效巍巍是扬，蓝衣在望是奔跑风光，正前行快乐不停。
请离开座位，离开座位。当我们同在一起。哎，不要拘谨，不要客气啊，站起来好。五四年的同学要好好来拥抱一下啊。我们同在一起。
不要忘记哦，现在开始，起始开始，我们要重新踏入社会，做社会服务，让我们的细胞活泼，让我们的血液燃烧，让我们的脑不断的激荡。你看，像我的冠荣瑞，他的桃李满天下，画画从台东画到花莲。啊，我看头发啊，头发已经很亮丽了，但是还是在教育啊，下一代，像我们的这个李从军，看一下啊，他是同学里面成长最多，从古诗他转职到教育建设厅，到水利局，到经济部，还是在做服务。好，我最后。话很多，不要太多。到讲话要向美女去，越懂是怎样，越迷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的话，就是要祝福各位，七十才开始，把握现在，迈向一百。所以各位要养生，要健康，要运动，要多动脑，这样就永远年轻。祝福各位。健康、幸福、快乐，可以的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可以的。今年毕业呢，这三年的老师的养成呢，如果没有当年教师的选择，谆谆教诲，还有我们训导处呢借力伸援，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优秀的老师遍布全省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很优秀啊？是啊，所以今天呢，要请三班的教官李教官，请他上台来说几句话。然后接着呢，等一下请刘蔚老师呢也上台，为我们全体的同学呢勉励。就像以前我们王建民、张建民教官都要站在台上看我们哦，现在掌声。Yeah, yeah, yeah.
听众的都是念的，因为他还到我一定要做了，因为他还到哎，这玩意看不到了。现在呢，现在非常的高兴，大家在发现我现在什么样子，我的态度也太没有良了，在大陆有一个小孩子大字，我的二大女儿在德国，现在在德国，我是现在其他国家的人都在说德语，我是现在德国。哎，刘老师换你喽。上菜哦，来过来，你们都没有吃过，哎，什么条件？素食啊，素菜，然后有素的，多素的。我们的新郎官就是
下今天的生日，陈聪明的老婆，陈聪明是3月17号，时光华留下来。好，我们请三班的班长来见证一下，四班的班长是谁？班长请上来，请我们远从 Brazil 巴西回来的李正德班长。人班的班长因为有病从美国赶赴回来，所以有人班的副班长洪启源，请。有班的班长是我们的黄美玲，我们一起来见证接他们的结婚蛋糕，也是生日蛋糕啊。要强调的是50周年。好，我爱公司50年，备大家一起来呼口号，我爱公司50年，再一次，我爱公司50年。好，来，请一直对我们大家再来请我为你们新婚签下比一下，不要客气，来亲一下，最好亲完以后亲一亲一下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三个班长一起来接他们，来为他们两个人祝福。欢迎班长，请班长，班长请，手握手，三个班长，来，来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现场给你，我们总召集的吴莫斯的要求是要新郎新娘给你。来，哎，摄影师准备，新郎新娘啊，心心相印，来呀，好。接下来节目呢，请黄启麟老师来担任。
方啊，很难得聚在一起啊，我们要来开房啊，体会啊，我们同学啊，这几年来的心路历程。首先我们从东部开始哈，人家说啊，最幸福的就是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。荣瑞同学啊，毕业以后他一直从事什么教育？大家说一下，美术教育啊，而且儿童画，他不只是在台湾，也国外有过他的啊很多啊非常有成就的地方。那我在想请教一下荣瑞同学。做电影好，他就过了明年。你先对这个在这几年的教学方面，以及美术方面啊，您这一方面，你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你的指导上的一些心路历程，好不好？或者是你的成长经历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个就是我找到，其实我。虽然在美术教育里面的领域里面一直在工作，并没有很高的成就，在这边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继续在做如此而已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也很感谢，因为我们一般的应该都了解，我在学校是被李淑云老师骂到臭头的，大家都知道我并不会画画，可是呢，那时候为了追我的那个旁边。朋友啊，请上台一下。为了追他，结果我去提水，然后他画画，我是不得不跟着他。这个其实就是说大家都是相同的。那因为我的大概机遇上来说比较有变化一点，一方面是到那个板桥研习会多少有给你一些课程啊，做一些事情啊，之后呢有到这个省团去担任了几年省团艺术教育的这个传播的工作，也到了美国，也到了欧洲几个国家那个夏令营的这个工作去参与，但是真正的从事艺术教育是我退休，我很早就退了，民国七十年省团下来就待不住了。退休以后，再到日本再去进修，回来再召集一些年轻的老师们一起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在工作。其实很说真的，我只是一直在做，我的成就真的很小。我要比起说，我们班上同学里面啊，有好多都是在学校里面面对学生那么兢兢业业的，我实在是很惭愧。不过在这里倒值得一提的就是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在美国，因为我快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在美国的一个夏令营里面工作，有遇到一位同学，你们大家大概记得吧，在四班有一个很怪的画家东庆，那我在美国在纽约待了一个月嘛，在工学校上课的时候呢，我就住到他家去，就一直跟他有所联络。本来他上一个月有回来台湾，结果他急着要赶回去，很可惜啊，他这个同学会没参加到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深深的感觉到什么都不重要，各位的身体最重要，有了身体才有一切。哦，像那阿扎那样，我今天看到阿扎陈兆佳，哇，身体这么壮。觉得说最棒的就是我们要办一个好的生产，很感谢我们这个主办单位，尤其是记者张先耀、王茂雄啊，他们一直联络，一直在做这些工作，真的很感谢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这边看到五十年毕业的同学，当时的小伙子现在都居然都白发苍苍了啊，这个是很珍惜的。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，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，生活要快快乐乐。在这边祝福各位，谢谢。要不要补充一下，好不好？有这里的平板。
位的，教的教英语，因为他教的很好。后来我参加国务院给他搞，他教的心理学搞的，搞我，所以我后来我就转了当国务院。今天大家很难得，这个不管是哪一班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三班国务院同学会，所以人班的同学跟有关的同学，我们有的不是曾经见过。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机会，看看大家，我觉得有点激动，也觉得你说我们这个机缘啊，直接五十年以后大家能够再在一起，也希望我们再突破五十年，也许可能就是一个生死意外，一车子意外，但是我想，那个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。这些主办的关系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十年还有没有机会来参加，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再做我们十年的机会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教官，谢谢我们的老师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同学，家庭也美满，大家七十才开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老师表示最高的敬意，好，来大家一起，好，谢谢教官，谢谢老师，干杯，好，祝福老师健康青春永驻，祝老师与教官寿南山福禄昌盛，好，谢谢好，谢谢老师，教官，我哪里难得今天知道你难得，教官不仅过了一机会，我回答你一件事，他又把你超越机会了，不会忘记的话，你就有些机会了，还要一起来丢坏体验，人生其实才开始。我们养生同来对刘老师学习，刘老师刚才讲的真的棒，我们能做到他的一半，一点让我干爸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从很多事情看，有当然让人会退休啊，我当干爸的人，哎，你姐来到我干亲在。后面还有五十年，大家努力。哎，这个不是讲的不算，要努力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到120岁。最近我看到一边有人在讲，哇，我高长的有几多多厉害，你活不到90岁，表示你没有努力。那我们目标先暂时定在90好了，大家努力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非常非常好。原来刚才不如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现在台南，我在台南念的毛在高南念。哎，白天做校长，晚上做什么？白天干事，晚上去当人。你是想比较安全，说笑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商人来开，
全班的，快进哦！快点快点，全班的叶正雄校长。叶正雄很谦虚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不想教书，没有好好教书，只好当校长。”叶正雄当校长，大家敬他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我们两个人来唱啊，唱完了以后，
怎么办啊？怎么找？又是机构国家，而且他也是校长兼部长，他不是说啊没工作，他是校长兼部长。安琪说，这种校长太混了。安琪，大家都听好，我们呢希望能赶快培养人才，只是说大家不要手两位，那你这只是要主流的。东方为中心。